哥，你是让我过去还是回来？过来，啊，过来，来都来了，你不过来干嘛？啊啊！你看，你看，拿棍儿啊！那半天的已经湿了，拿棍儿啊！国伟哥，何必呢？何必呢？哎，何必呢？你们俩直接趟过来不就行了吗？拿棍儿干嘛？拿棍儿，拿这个，拿那个船。后船，船走了，有一船走了。而且有一个船已经要淹了。我们要看那纸条。感觉船上每张船上有一个纸条。你再使点劲儿，你得把那纸条给我。别踩着！那我这个这样，那个你勾我拿，烦你，你勾我拿，哎，你都哎，我觉得你都已经湿了，你就下去了，我下去直接拿吧。我现在没那么湿呢。我说国伟，要不你勾我拿，反正我都湿了，我够不着，那你去吧。我去。本来张国伟自己可以还有那个可以搞定一切，那你就非得要在那个寿司给我，你就非得要在那趴着，邓伦不是我已经趴着了，他才过去。